天十时起，全市城市公交、地铁、轮渡、长途客运暂停运营。你们只是发热，确实，现在我们也理解这个国家的这个困难。害怕呀，因为你看我们家有爸爸妈妈，就我一个人，然后我还有两个儿子。处于一个什么阶段？轻中。现在怎么办啊？你怎么办？快递送不消杀病啊！这是一套必要的程序。